看就很难吃。我做的辣子你连不满意哦。关键是你做的话，一看你就好吃。刚刚我的亲戚说说你做啥子就难吃哎，来二毛我们管吃哎。哇哦！真的是，刚你做辣子太好吃了。真香，真香。都把我吃了嘛？你敢吃啥子？我一人分。